啊，大家拢发财，做生意也拢好。啊，你去买物件嘛，就一念慈悲心。啊，你咧食饭，当愿众生拢得到甘露啊。所以我替所有众生供养三宝，希望众生得到甘露，离苦得乐。啊，你咧食饭是功德。所以《华严经》进行品140几条啊，那甲咱写好好。啊，各位你著按照安尼去做，不管你是咧扫涂骹。扫地，扫地，愿众生扫除心地，不是干那你个理啊？啊，那我们出家人几天就要理一次头，当愿众生断除烦恼，啊，如空性产生圆满的悲心。那你让他修罗摩诃，就是把它转为佛法。但是呢，站在大乘佛教，我就故为同要见，一切都以众生的利益为优先啊！我的剃头的希望众生断烦恼。我咧行路，各位，你会使行路，你拢爱偷笑呢？真侪人已经无法度行路啊，爱坐轮椅啊，爱倒咧眠床啊，啊，咱个有法度行路，所以你也想，哦，我足幸运，我有法度喘气呢，我有法度喘气，即嘛足侪众生要用台无法度喘气呢，喘气都爱个倒散射呢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有法度喘气，我都感足欢喜的。你若无去想着这个，你也想我要厝，我要钱，我要爱情啊，我要得到什么？你连最微小的东西，你都要去觉得很感恩。那既然这些喘气为都会来呢？哇，你头就着树啊！所以呢，树啊，互咱空气啊，从咱身躯诶，所以各位爱住咧有树啊诶所在。那是你诶厝，同好去木板屋，这下面叫做诶身躯较袂破病，所以叫森林浴。古早人啊，身体歹，就去一个大树啊，卡啊，树啊，就将你的歹的气吸掉，二氧化碳拢歹了，啊，好的，好你啊，所以这树啊，卡容易成佛啊，啊，那你这个是自然的原理，所以我们能够呼吸，哎呦，感谢一切，所以各位要每天想到什么，当你把酒咧看物件，那么我观世音菩萨，我把酒变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咧救众生苦，看众生苦。那观世音菩萨把就嘛看了真相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万法拢是佛法。但是要怎利用这个幻化的万法为方便来普度众生，花有法度普度众生，食物有法度普度众生，水有法度普度众生。所以目睭你看爱变花的目睭，耳孔咧听哦，敢若达摩祖师挂着叮叮当当，有个人阁真正挂起来呢。挂这是时时刻刻的听闻或说法，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，时时刻刻的意念或的教化，那个叫挂耳高，所以各位去挂大的啊！啊，顶头像哦妈，你别没哄，好该睡啊！规个耳机挂在遮，你听佛经，这个代表耳朵在听啊，所以每一个手都在打手印，都在慈悲。那我们要。发展啊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，那呢六根对着境界，从这个境界化化作佛的境界。所以你看到的，拢该净化，嗡阿吽，嗡阿吽，净化，拢该慈悲，那这样去转化一切。那虽然咱渐渐老去啊，但是咱的心底慈悲心愈来愈。而且各位看到什么拢爱祈愿，看到这间厝啊，希望因大事平安，厝的合福。看到人开车，希望伊开车平安哦，有法度接近菩提道。你一定要起一个念头，加众生祝福，各位这就是布施。布施不一定讲拢爱用钱、用心、用嘴、用目睭去布施，去布施。你今日看一个人，你来决定要看伊，你就要决心讲，这个人互我看到变阿弥陀佛，这个人互我看到变观世音菩萨。用这种的心去看对方，这人是我感恩的对象，所以我去看。如果你若无这念头，卖看啊，乃至对方看你是一个爱念的眼神，咱就给闪过，咱卖个看啊，因为这动机无正确。但是你赶快心爱个转化，转化，哎呀，伊这爱念嘛，足可怜哦，足执着哦，伊看到我，准备甲我抬死安尼万分哦。啊，万分心啊，专注慈悲心哦，啊，所以你要利用一切境界去转化一切。那讲了这个位，唔能够困难呢，起码开始中道啊呢。哎，
你都要用你的心，你们说哦，搁要困难呢？啊，因为中昼食饱，感觉可怜啊，无多困啊，所以这叫做病端害呆，不用心。所以我等下我无咧困中昼的，我绝对不睡午觉了。就算我昨暝无困，我今日嘛不爱困，因为我宁可用念头来吃饭。食饭是无奈的代志啊，迄是过辛苦，食饭毋是享受啊。但是当然啦、啊，中昼好食无？啊，咱李居士慈悲，惊各位毋来，搬到后壁你才要来，还有慈悲啊，这都要开钱呢，要开钱呢。啊，所以但是安尼叫好多哦，劳力大家欢喜，有功德啊，有福报，一人要做个做好事啊，动机很重要啊，动机。所以在家菩萨能够做一个道场，动机绝对不是为了钱，也不是为了什么信徒，对不对？目的就是希望对地方有一点帮助嘛，对不对？经过的人、观光的人，看到经幡，看到佛像啊。拜过来用铁轨啊，扛着火车啊，落雨吹风拢无要紧，火车咧铁轨啊内底啊，要看家己摕去看。有人要来遮住无？后壁一间较大间，但你若无慈悲心，毋通来呢？我无所在住，就住干咪事？迄免来啦。啊，免来，不管你要什么所在住，你要有迄个奉献，有迄个资格，毋着去，对毋对？那便宜一个，不要住下来，要创啥？啊，所以各位不分在家出家拢会使啊，只要你对众生有帮助。哎，我这傲立心需要佛法，我来多加念地藏经哦，我来加写佛塔点香哦，啊，有闲我来啊，望下报道念哦。我这一家看了 CD 嘛，还是名念嘛呢？啊，你做你来，大家嘛欢迎，大家来用都套房照三顿啊，你共用的，因为你有迄个动机，啊，你技术真欢喜，伊都阿问书啊，你无甲我介绍书。我你跟出家给你先好啦，介绍书要找这种的无简单哦，不啊，所以各位呢，基本上这社会就需要这种的进步、菩萨步部分在家出家，什么人拢做会到？你想哪？咱想哪不爱做？咱不爱做，然后没哈，疼惜家己啊，贫惰啊。所以无啥用心去想慈悲心嘛，干那想着家己啊，所以有当时啊，有个人要出家啊去找我，哦，树林遮袂歹，静静啊，风景袂歹。你想啦，要养老要死吗？这是菩萨道场，你来遮养老，你过去找查某干哪来？讲有啊，我拢喘好啊，我有钱，安尼啊，我你莫来遮，阮遮不是老人院呢，老人院要修行，老人院更要修行，特别死啊，更了不。啊，老人现在更要怕病，特别细啊，爱冲啊，所以这观念上啊，各位要用佛教的观念。那就算生命剩几秒钟，我嘛要培养我的慈悲心，活后世人更加有慈悲心，安尼啊，绝对不爱浪费，浪费你无需要的代志。好，我们再念几句啊，我看各位安尼面怎么变面呢？师父。我高雄来呢，我要回家呢。啊，你嘛较早好呢，下课的，我饭已经吃饱呢。啊，还袂超多的啦，你嘛还袂超多的啦。啊，咱的心改变那么多超多，你讲白啊写好啊，你去念啊，看会超多袂？啊，完全这是伫带你心肝内底啊，无带你白位啊。你心肝无改变，你免那超多，你甲我讲。啊，所以咱的心口意呐无改变，各位足简单的道理我讲一遍，你的身躯呐变垃圾哦，变废哦，什么种的外来的，互你烧掉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你的心口意呐无慈悲心，无惭愧心，完全叫做挖掉你，特别互你死，互你感觉痛到个变死安尼。啊，也是怨叹，你讲我这人过去生气，甲你得罪，啊，我即马你过来生气，你就愈生气。所以每一个人的贪嗔痴五慢嫉妒怀疑，就交感都无共款的业啊！你做业啊，就感召无共款的完清债主业力债主，
啊，你要超度伊，你无改变你的心态，改变你的行为，你免他超度对方。几点啊？那来两个就清楚。来第五，而是学习一份真理，人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。当念头里有欲望怨恨时，就会造作恶业，感受苦果。但若念头里有慈悲有奉献，那将会造作善业，感得乐果。因此我们无需担忧未来如何，我们只要顾好当下的心念行为即可。对，不意念过去，不意念未来，不执着现在，保持正念，金刚经说了，就可以改变一切。所以各位也不能执着一种迷信，那我就超度了，我花了很多钱，我找了很多出家人来念，然后我写了很多牌位，可是要大张的呢，较贵的那种的呢，贵气我砍金牌来较紧，这样不见得能够改变什么，超度什么啊？那学佛是一种真理，你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，是你的念头决定你的命运。你的念头若惭愧心、大悲心，完全借助的原谅你啊，就让你超度掉啊。因为心有法度感动心，咱的念经就是讲，惊咱的心无圆满，咱透过念心经、地藏经，让咱的心甲法合为一体啊。我本来是万分心，我现在在念破门品，我用慈悲，观世音菩萨加持，我在学慈悲，这样才有办法消灭这个病苦，无圆满的心态。所以我们的念头一定要保持在圆满的，不然呢，念头里面有欲望，欲望就是我要钱，我要色，我要得到什么，万分，我不爱什么，我讨厌什么，你就在做的，你说话就会跟人吵啊！你做代志就削一削倒，安尼啊！因为你有一个爱恋的心态，讲、哦、我就爱这个查某，哦，献殷勤，哦，捧好礼貌，安尼，那你做偌济嘛是咧贪，弄咧作业啊，没有意义。所以只要你内心里面有这个欲望、嗔恨、执着，那你的行为就造恶业啊！就像你的老公哦。你希望他对你好一点，不要去外面找女人。我的猪就好家伙家，猪就好家伙家，这里面有毒的，了解不？啊，因为你的动机不圆满，那你会更失落啊。所以，但是如果念头里面有慈悲、有奉献，那些做的东西善业，感得乐果。所以各位下哈尼在往生百位，咱的嘛在内底。但是咱去遐回向迄阵，是回向所有的众生，所有受苦的。然后呢，咱的所下的往生的百位祖先得到通道的功德，不是讲，既然我回向我你，你来得到、啊、因为我们是对所有堕胎胎儿来，当愿所有流产胎儿、死亡儿童同享功德，离苦得乐。我再讲一次。你若有提囡仔，首先你爱跪落来给他忏悔，老母迄阵无名，老爸无名，叫人给你抬啊，何你遐尼艰苦啊？啊，而且台湾佫给你乱弹啊，唔知影尸体在倒啊，剁脚剁手，哎呀，何你遐尼艰苦？所以即摆你艰苦已经伫你的妇女病啊、腰啊、偏头痛啊，都有咧疼啦，肩膀啊已经附在你遐，所以你爱给他忏悔，忏悔以后感受到伊的疼。哎，所谓忏悔是，我唔知道你足疼，了解无？所以伊即马互你足疼，伊即马互你的疼，不过是伊疼的百分之一而已啊。伊用贴白红啊，裂裂开，啥咧乱，迄种疼，你敢我都听唔出来。所以你愈疼，你愈爱忏悔。你向伊忏悔哟，妈妈决定对今日开始爱你，爱甲真未来者，爱甲你幸福。你别再讲，你紧走啊！你紧去记录世界，莫待咧我身躯。你特工买抱囡仔抱条条叫你走，所以超度你爱该忏悔，你爱足爱。像我呢，我特工拢个扛个只，我足爱伊安尼。啊，所以特工用同好的，互伊牛奶啊、饼干啊，对同好安尼。那这样我对我来讲，我可以修慈悲心了。啊，我可以这样子修。所以你有这个惭愧心、慈悲心，这个囡仔就让你感动到，让你感动到，然后你给他点一把灯，哦，伊足欢喜的，各位。
你今日足爱这个人诶，一上一朵花给伊，你就笑较欢喜啊！啊，因为你很在乎他嘛。所以同样的，各位在超度众生，一定要让这个众生知道你很爱他，很在乎他，这样啊，然后他也会很爱你，很照顾你，所以他也就不会伤害你，不会伤害你，就会成为你的护法。成为你的护法，行天做提醒，哇！你即下霸过嘴啊！你的周身咧做火化神，你的流浪胎和金方咧做火化神，咧做天神，达刚嘛甲你照顾啊！你进入世界，那达刚嘛咧，你念佛好哩。而不是说你有个念头要他离开，而是希望他快乐，希望他好，希望他健康，自然他就超度。但是他超度，他的念头还是守护着你，不管他升天啦、啊。做后面啊，这样啦，去给了谁？他还是在爱你，那你就多了一个加持。那同样的，当然最大的功德是，既然我了解我的囝苦，所以咱了解所有的红提掉的囡仔死亡的囝，我怎看报纸？那我们要回想，就是一个叫莫伊的女孩子死去，不知道哪一个国家忘了，给我死十天啊，才生囝啊呢。四十天啊，迄棺材拍开，那剥一个生一个囡仔出来，你了解啥物？迄囡仔生出来当然死啊，迄就是老母的念头。就算我死啊，我想要囝，我嘛要甲生出来，迄种的意志力，迄老母根本都无离开这身躯。虽然伊甲囝生出来，结果囝嘛是死，但是老母一定想办法要帮死去的身躯，唔知囝死啊。所以来法会功德回向。死亡母亲莫伊女士，回向吉伊，哎，我搞后面呢啊，所以那你看到了，那你看到这报纸，哇，你来啊，老母实在连死去的老母嘛要顾囝啊，所以你对伊囝嘛好，嘛是咧超度伊的老母，所以然后你来感恩转天下的老母，那一阵来疼惜转天下的囡仔。咱来升起一个无分别的大慈悲心，那你有这个念头，滴个，啊，你的囝嘛就感动，因为这个无形的囝就是讲你拢不爱插我一下，安尼麻烦呐。啊，你起码开始咧关心所有堕胎的囝，因为伊你的关心较济，这就是超度伊同进的方式啊。所以将主书化为大慈大悲，帮助对方。所以大幸福啊，叫咱来慈悲，叫咱来奉献。那啊，咱的任何一个念头，拢咧做善业，包括你咧困嘛咧做善业，困起来吼，我明仔载吼，搁要来公园帮助老人，要来寺庙做扎口，啊，要来寺庙煮寿司给人家，因为你困的目的是明仔载精神搁要较好，啊，你唔是为了好食咧食物件，我食好饱，我小段才有体力，搁来帮助较侪众生，好食歹食无要紧啊，只要保持戒律慈悲去食物件，安尼就好。波起这两头，来第六，三宝门中好修福，特别是服务公共场所、大众共用的地方，是培养福报最好的机会。我们必须清楚知道，行为反作用力是不可思议的，所以我们平时就应该尽力断恶修善，慈悲一切。所以。三宝是咱正通大福田的所在，所以各位常常供佛、供花、供水、供香，用身躯礼拜，那是咱的嘴来念经啊，供养经典，用咱的心来意念佛的心啊，用咱的心来供养，叫做心口以往啊吼。那三宝是代表，不是咱主事的所在，但是佛的意思是咱对三宝的恭敬。来化为对众生的恭敬，恒顺众生。因为咱在家人，咱有一个我，有一个我的处外范围。但是那佛寺是众生的所在，咱未使跟他规工在佛寺内底做功德啊！啊，在佛寺内底上求佛道，学习安怎慈悲众生。因为众生就是未来佛，社会就是咱的道场。所以各位爱尽力去帮助咱今麦社会。现在台湾还比较好，我等下去香港啊、新加坡啊，他们走到哪里，凊彩行路嘛，去踏到一间老人院了。刚刚台湾凊彩行嘛，看到寿司店，咱台湾的服务。你若去
香港安怎行到老人院？因为人口众多，年纪老化，医疗发达，所以人呢，不容易亡身啊，所以拢扛在老人院，都在受苦啊，所以各位呢，都去关怀啊。那起码同齐所在就好好的囡啊，老人院就老人，这拢是咱服务的所在。所以各位，你若无去服务，你就唔知啊，众辛苦。其实服务别人就是咧服务家己啊。所以，咱的老爸老母无滴嘅，啊，咱去服务别人的爸母，起码是做功德的服务，回向咱的爸母，特别是大众共用的所在，不管是什么所在。所以各位啊，恁到隔壁就土地公，土地公你咪使去服务啊。咱唔是归土地公，但是土地公照顾老百姓，伊是合法。我来个七楼清气啊，个佛车个摆，个香香个点灯啊。虽然是大众的所在，但是你尽力去给服务，佫袂使有一个执着。各位讲较清楚的哦，有的人来佛寺服务啊，照卡我的，你莫来哦。有的人佫较巧，输我的，莫甲我占哦。哦，哇，足恐怖的心态啊！所以。那你若有执着，你就袂使去。各位讲真呢，你若有执着的所在，就会让你烦恼，你就唔好去。记我一句话，你去迄个所在，哦，你对迄个师父就好，你对执着，你唔好去，你绝对唔好去。你去伤害自己，破坏道场的清净，灵动千江水，不动到人心。各位唔好用世俗法去甲出家人斗阵，出家人唔是恁兜的家人。啊，出家人是属于大众，敢那佛像是大众咧拜，出家人不是你的亲戚，所以你袂使用私心啊、爱念心去亲近一个公用的公共的地方，乃至出家人也是一个空性，属于众生的。所以哪呢有这个想法都无问题，那你若做袂到，你若卖去哇，你若去哇，你背袂出来，你执着卡死你的所在，所以。大众的所在是培养福报同好的机会，所以各位你要念佛吗？真好啊！你去迄火车头哦，上下班很济人，这样阿弥陀佛，大家拢阿弥陀佛，两百几万呢。啊，你要净化因，因为安尼才袂离开慈悲心。大乘佛法通行你为你家己的念佛，迄叫嘴巴讲大乘，修的是二乘解脱道，安尼啦，你的山来的。阿弥陀佛，拢无人甲我吵，叫我声大声，阿弥陀佛啊！因为你念佛念给自己听嘛，那就离开大乘，违背菩萨戒啊！所以各位念佛最好是在有众生的地方，有苦的地方。所以每一个人行来行去，每一只鸟啊，每一只鱼啊，拢是苦啊。所以咱看到鸟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！除了蜜好一家，该结好缘，佫该念阿弥陀佛。看到鱼啊！啊，也甘露水，也吃了后，阿弥陀佛，希望这只鱼啊脱离恶道，将来往生净土，安尼去服务众生。所以我记得我在家，我定来走去，我住咧台北，我们国父纪念馆，还有植物园、新公园，我咪走遐耍的呢。我就爱吃鱼啊呢，啊，我来去啊，布施面包吃鱼啊，哦。大家来看咧，我面包给你倒肯定的，要他也练习这个慈悲的习惯啊，然后可以去喂鸟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超度鬼道，那至少看得见的，我们多帮忙啊。所以各位要记得，因果百分之百，叫行为反作用力，不可思议。你安怎照顾别人，拢是在照顾家己啦。啊，你安怎照顾别人，你的囝、你的爸母就好诶。所以变啊。应用在日常生活，叫平时断恶修善，慈悲一切众生啊。这同要经来第七，每一个人生活着，要对众生社会有所帮助，活得才有意义。生命的生老病死是必然的现象，但以慈悲心生活时，生命就会充满动力。也就能够超越身体上的各种痛苦，时常安住于清安自在之中，并且平安吉祥的快乐生活。各位绝对唔通闭起来，我破病我闭着，我心情歹我闭着，安尼你要将你的魔专心给你加，我你艰苦啊！所以咱生命短短啊，
就算咧破病，我有一寡气力，我嘛来个念佛落隔壁听啊，尽量去帮助你。愈想要帮助别人，你愈有体力，你愈退转，愈要避起来，然后你的业就愈重。所以慈悲才是消业同根的方式啊。但是无所求啊，咱想虽然我咧破病啊，要老啊，我尽量去共服务啊，替人念佛啊，念到死我嘛甘愿。迄心你就足自在啊，虽然肉体老啊。你刚才就快乐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最后算生命只剩下一秒钟，都还在利益众生，而且发愿尽未来际利益众生。所以咱做这个佛教徒，活在这世间，过去是自私为家己，今嘛咱活在这世间，一分一秒对咱来讲拢足唔好拍算啊，时时刻刻去找好代志做，对众生、对世界、社会有所帮助，安尼咱活着足快乐。那这个生死轮回、生老病死，自然呢，顺其自然咯。但是慈悲心才是生命，那叫以人为寿，慈悲心才是咱的寿命。所以咱虽然老啊，到一天咱都脚袂行，腰无多叮当啊，倒在眠床嘛，搁眠笑笑啊，目睭搁金金安尼。所以我对广钦老和尚印象很深，看一张相片啊，哦，老啊，你看目睭金细细安尼，啊，代表他生命的动力。虽然我。无存有真侪人，我都去亲自看到广钦老和尚，我嘛无了解，但是我看到迄个感情唔对，修行就爱存安尼啦，老苦壳啊吼，安尼辛苦玩玩啦，看到影片，眼神个滴个，力量个滴个，啊，所以各位绝对唔能叫你的辛苦会变怕苦啊，对呀、啊，我要死了，我咧着安静。那你可以有病苦怕死啊，输气啊，所以各位超越生老病死，佛陀都会生老病死，这是正常的。所以希望我今日安尼讲，各位对今日开始改变，好唔好？要有决心，要有这种动力，我一定法度改变。你们无法度，我无法度，我都搞超凡，那无法度。你一直把自己设定的无路用啊，这样就没用。佛教讲了，来。我有佛性，众生也有佛性，我即众生皆可成佛。所以你要皈依佛，皈依你的佛性，而不是皈依你的身体，成功、失败、健康、生病，才记下这句话。啊，才记下这句话，安无去，莫躁去，随缘呢，尽力就好，回向给他。但是不能干扰到你，如莲花一样，你一执着，说排斥，那你就会很痛苦。所以生老病死变化无常，这是自然的现象。但是咱是用心过生活，该要紧了。用慈悲心来做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件事情都变成佛法。来，我们八九念完。当我们被自私蒙蔽，处事都以利己为动机，将会感到无比的恐惧与压力。若我们心怀慈悲，行事都以利他为动力，将会感到无比的自在与喜悦。好唔好？这种话你都要跪咧念，当作你的概论。每一本经典所讲的真理，八大人觉经、瑜教经、华严经、楞严经，都应该跪着念。当然，各位你不一定要跪，跪着代表入心了，了解吗？入心了。所以佛说共为每一句话拢是我们心灵的戒律，我们要以法为师，依教奉行。那这下是咱真正生命，除非各位唔通过咧烦恼囝、烦恼孙，啊，就无法度啦，就遐听遐听听未完，要讲听，大家拢听到要死安尼。啊，问题你的心有法度超越这个听无？就是因为听，迄就咱过去辛苦的恶业，所以咱即摆用咱的辛苦都来拜佛，都来做义工。都去放心较有影，对不对？救命，救大官人也无要紧。啊，你辛苦咧听，所以你要救更加侪生命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帮助更加侪生命，特别老人院，就算无多，那么念佛甲回向。所以，当我们被自私蒙蔽，各位即句话真要紧。有诶修行人部分在家出家，伊诶想法拢是自私。我咧破病，我诶钱，我安怎，阮徒弟安怎，阮师父安怎。他还在自私，他认为自私这个想法是他的修行，
所以佛教归佛，不能再归自己的想法，啊，不能归自己的烦恼习气，是要归觉。佛的心态是什么？